諸君、我々の行動は失敗しました。チェンダーレンは唐山之一行かつ洪山侯に兵は伏せおりまして、我々な損失は小さくありませんけど、でもあの女も捕虜も新四国に奪われました。すいませんでした。松井君、 この件については私はもう何も言うことはない。報告書は自分で書け。はい。山本君はどうした？あ、山上に入ったら特にいなくなりました。将校、山本は単独好きな男だから何時かして必ず戻ってくるでしょう。戦況からして彼は永遠に帰ってこないだろう。 山本さんが帰ってきました。山本、山本君、早くしろ、早くしろ。山本君、チェンダーレイは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。背後、背後。これこそが天皇陛下が必要としている兵士だ。君は彼に付き添え、必ず彼を助けろ。わかりました。 这样的兵士啊，神州的可是什么的？司令员，对不住了，马我给你吃了。吃我马你？你吃我马你？服务员，又对不住了，炮我给你提了。你吃我炮了你？你吃我炮了你？对不住了。 僵死了！不是，等一下，咱不带回旗的。不回旗，回什么旗？回旗？死了，已经僵死了。重玩吧，司令员。你下棋就好好下，别他妈一口一个对不住我，对不住。那句话特别讨厌。 对不住，对不住的。哎，大司令吗？我跟他下棋呢。那侦察排长，那能吓唬住我吗？据核报情报，啊，日军华东驻屯军司令石原最近要离开淮阴城视察江淮各部。石原的具体行动路线我们还不清楚，但是我们判断，他肯定会经过我军的活动区。军区决定，一分局六分区。 各派驻伏击小组，在石原可能经过的路上设伏，争取击毙这个敌酋，给华东日军一次重击。这次行动要高度保密，不能有任何疏忽。我坚决完成任务。大喜事儿啊！大喜事儿，石原要出来了。大司令命令我们敲他。司令员，伏击石原。 就那个日本将军啊！嗯，太好了，你说咱啥时候打过这么大的官？韩林，走，叫三营长来。啊，我看看。司令员，啊，三营长已经不在了。司令员。 三营长不在了，我在。打伏击，你比得了三营长吗？我那刚才下棋的时候，你这证明了吗？你试试吧，来，跟我研究一下。是，司令员，不是我跟你吹，要真的是外出打伏击，我比大司令手底的侦察连长还牛呢。 你别那么高兴。现在任务虽然明确了，但是敌情还不明确。石原的行动路线你不明确，我们只知道石原会从我们这活动区路过，但不知道他走哪条路啊。第二个，石原说是这两天会从淮阴城里出来，但不知道哪天啊，具体行动日期啊。
喂，哈哈，老刘啊，怎么的？大司令也给你打电话了？这样啊，我有这么个事儿，老刘啊，我认为啊，这次伏击声援，我看单独由我们六分区承担算了，我们靠敌占区近呢。第二，我们熟悉地形啊，这方圆几百里，我闭着眼睛都能摸得着。攻城啊，你们比较有经验，但打伏击我们比较有经验啊。不是我要跟你抢功啊，我是怕你白忙活啊。行了行了，小六子，你就别吹了。你的部下有什么伏击经验啊？咱们远了不说，就说一个月前吧。啊，是谁打伏击打到自己的司令员头上了啊？是哪个分区出的丑事啊？好了，你就别跟我弯弯绕了。你那点花花肠子我知道，你就是想独吞战功。好了，你把你那个地图拿出来。行，地图就在旁边呢。你说吧。啊。啊，小沙河。小沙河。以小沙河为界，河东归你，河西归我。不行，你把那个都划到你们那边去了，那我们伏击个鬼啊。这样吧，这样吧，听我的，我们以牛庄为界，牛庄以北归你，牛庄以南归我。陈大雷，陈大司令，牛庄是什么地方啊？牛庄是我三团二营的驻地，我在我自己的驻地伏击个球啊。哼，你给我看地图，后岗这个地方你看见没有啊？啊，你看清楚啊，离后岗南十里的地方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山道啊，叫东山道。你看见没有啊？咱们俩就以东山道为界。啊，以东山道为界。啊，东山道以南归你，以北归我。行。老刘啊，你这次要打掉了石原，给我来个电话，我请你喝酒，为你庆功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啊，你们打伏击可不能越线呐，这样两家就会乱了套的，对不？搞不好还会误伤。行，一言为定，就这么定了。我看看啊。我分析啊，这个石原这一出来，他肯定要乘坐装甲车，身边还会有摩托车卫队，这样他只能沿公路走。我想最大的可能就是定淮路和沿淮路，所以我想成立三个伏击小组，啊，定淮路上放两个，沿淮路上放一个。这样就能形成一个伏击网，啊！不过司令员，你看东山道以北，沿淮路是在东山道以北，那是人家刘司令的伏击区啊。不管他，石原是日本将军啊，战绩难得，谁打着归谁。参谋长到，立刻命令侦察排长，派四个伏击小组，沿淮路这边各两个，定淮路这边各两个。明天凌晨就给老子出发。刘司令，这定淮路可是六分区的伏击区啊。同志哥，你太天真了。他陈大雷是什么人呢？啊，他能够遵守这个君子协定吗？做梦吧，他是想把老子圈住，自己放开手脚独吞石原。我太了解他了，去吧。是。这次每个伏击小组只能有一个人，单兵伏击为好。人多了反而容易暴露。这石原狡猾呀，他身边的卫队警惕性会非常高。是，嗯，还有，我认为打伏击的人必须提前进入伏击位置，埋伏好等着，哪怕是等上几天几夜，也必须等。这伏击的人选你什么意见？我算一个，连长算一个。啊，这就。为什么不说了？全分区当中
最适合执行这项任务的就是陈二雷啊。司令员，我知道。那二雷不是上次在红山口伏击时候他不犯错了吗？那你说我还怎么用他呀？把烟给我。陈二雷。还让他去，我相信他。谁不犯错误？错误就像个弹簧，会把好男儿弹得更高。是。这次任务很重要，绝对马虎不得。所以你亲自去伏击区域跑一趟，你要亲自选择好伏击位置。嗯，骑上我的马，穿上便衣，立刻出发，快去快回。是。连长，你看，如果石原从这条路经过，他一定是由北向南。但是我看了，咱这一块过于开阔，不利于伏击。我看了，只有这块利于伏击，你说呢？我觉得挺好。150米之内，而且这旁边还有灌木丛，如果暴露了，转移起来很方便。行，那咱们就定这儿。行，这样咱们抓紧时间，趁天黑之前再去定淮路上一趟，把另两处伏击点定下来。好，走。我跟你说，我们这个地点，简直好极了。首先，我们视野非常开阔，而且我们离老百姓住的地方非常的远，坡下只有一个孤院子，我们居高临下，打起来非常方便，便于隐蔽。即使真打起来的话，也不会伤及无辜。就是距离远了点儿。你看啊，从公路拐角到咱这儿将近600米，咱们必须把敌人放近了才能打。三八大盖够强，用二雷的那把枪没问题。抽一支。不会抽烟。我知道你不会抽烟，你抽一支。你抽。怎么样？有劲儿吧？行。司令员，这几天我好好吸收教训了。要是有任务，你说。你怎么知道我有任务？从你刚才一进门我就看出来了。如果要是有任务的话，你眼睛会发光，就亮得吓人。是有任务，执行一个重要任务。你准备好你的装备。什么任务？打伏击。华东驻屯军司令，日本将军石原。太好了，什么时候出发？你别激动，你坐下，你坐下，你待命，还把你高兴呢。今天夜里侦察排长会把你送到伏击位置上。是。这次任务会有很多困难，你得有耐心，你要坚持。记住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就是天崩地裂、生死存亡，你得服从命令，完成任务。
司令员，你这得放心就是了，我保证完成任务，说到做到。哎呀，这个完成任务这话说起来简单，但要执行起来，尤其是执行任务多了以后，你会发现很难很难，有时会很痛苦。司令员，这次再难我也能完成任务，我保证。我还要告诉你，心里有敌人，比眼睛里有敌人更重要。准备吧，我走了。将軍は明日は南京に戻ります。途中我々の部隊は視察するつもり。お前一つ小隊に引き連れ、将軍の安全に報告。南京に入ったらすぐ保営に戻れ。わかりました。でも今度将軍戻るの線路は新四軍頻繁に活動の記憶だ。お前に絶対。気をつけなくちゃいけない。私に任せてください。私いれば将軍の安全保障します。明日早いから早く準備してくれ。はい、わかりました。司令，怎么样？这次的侦查情况，让侦察排长向你汇报。好，是。司令员，嗯，我们选了三处伏击位置。你看这儿，延怀路上一处，定怀路上两处。从现场的情况来看，我们最主要的就是隐蔽。我们进入时要隐蔽，等待伏击更要隐蔽。还有，司令员，我看了现场的地形。石原最有可能经过的地方，就是定怀路上的草山拐角。对，所以我把伏击位置选在拐角附近的山坡上。司令员，我的意思是让陈二雷同志担任草山伏击，我和连长担任另两处伏击任务。好，就让陈二雷在这个位置。啊，你也没有时间休息了，赶紧准备装备。天黑就出发，天亮前必须要进入这个伏击区。你亲自把陈二雷送到这个位置，然后再进入你们各自的位置。我就向陈二雷下达任务。准备吧。是是。枪结实没有？来，我看看。结实。好，干粮带足了吗？带足了。二雷，你一旦进入伏击位置，你要两天两夜不能动弹，第三天清晨你才能撤退。没事儿。无论发生什么情况，你千万不能暴露目标，因为石原的身边肯定有装甲护卫的。你一旦暴露，非但完不成任务，你还会丢掉自己的性命。就是天塌下来。你得像石头那样给我埋在草里，静静等候石原进入你的射程。记住，就在你最孤独、最难熬的时候，心里要坚信，石原肯定会来。我最后再提醒你一句，你只有打一枪的机会。枪一响，石原如果没有死，你就再也没有机会打到他。所以你必须一枪毙命，明白吗？明白，请司令员放心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水灌满没有？灌满了。好，你呢？准备好了。好，出发。是。记住，别慌，啊。放心吧，来。
下马。 二林，补给点距离我们还有5里，马蹄声会引起狗叫，这样我们步行进入，待会你所有的装备一样别给我落下。走，把马拴起来。排长，啊，公路在哪里？我怎么看不见？天亮你去看见了。 公路就在你的正前方。二林，我现在给你介绍一下周围的地形，你必须认真听，牢牢给我记在心里。啊，你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一座草岗的，周围没有居民地，只是这个岗的下面有个小公园。公路呢，它就在你的正前方。 由东南方向延伸到西北方向，还有公路远端有个拐角，如果石原一旦出现，它一定是从拐角的里面过来。这个拐角的距离已经超出了你的射程，你必须把石原放进来才能打。石原走到哪里才算进入你的射程呢？听我说啊，拐角处一过来，百十来米，公路的路面上有一块翘起的大石板，它盖住了小半个路面。你必须等石原。 越过了那块翘起的大石板，他才算真正进入你的射程，你才能开枪。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排长，要重复一遍吗？重复一下。公路远端有个拐角，那超出我的射程，必须等石原越过那块大石板，才算进入我的射程。那时候，我才能开枪，对吧？我讲了半天，你两句话给我讲完了。二林。 我要走了。从现在起，你必须像石头一样一动不动，哪怕是尿尿，你也尿你裤裆里，知道吗？还有，不管任何人接近你，哪怕是踩到你身子了，你也不能动。如果一旦让老百姓发现你，咱们这个伏击点也就不能用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我再跟你说一下时间，伏击2天，第3天清晨必须撤退。 排长，如果失业没出现，我再多待几天行吗？不行，行，我知道了。行，我走了啊。 姐家，媳妇儿，我走了啊！哎，等等，你中午饭啥时候回来吃啊？ 你就别等我了，今天挺忙的，老李头让我帮他宰3头猪、2头羊呢。这么多啊？啊，那也得吃饭呀，不吃饭哪有劲儿干活啊？行，哎，媳妇儿，肉我已经备好了，等下次赶集的时候，咱俩去看看顺溜。好。哎，对了，咱上哪找顺溜去啊？前两天有人跟我说，在驻马庄那边看见赤狐马了。 赤狐马在那儿，陈司令就在那儿，那咱家顺溜也在那儿呗。说的也是，行，到时候咱俩去找找看。嗯。啊。哎，你说咱要是找着了，人家新四军不让咱进怎么办啊？那不可能吧？咱家顺溜现在是排长了，敢不让咱俩进吗？说的也是。你快去吧。哎，我走了啊。哎。 姐夫，你只管来，只要提我的名，看谁敢拦你。说不定司令员都会来迎你。午饭。
准轻易吃杜宝鸡。今天是五月初八，是我爹娘的忌日。爹，娘，丫头来看你们来了。爹，娘，顺柳和姐给你们一起磕头了。爹，娘，你们都还好吗？我们一切都好，就是挺想你们的。对了，前两天顺溜回家了，现在可威风了，戴个大铁帽子，还骑了个什么赤狐马，是他们司令的。咱家顺溜现在跟以前说话都不一样了，身上也壮了，也长高个了，都特别好，你们一定要放心。对了，爹，咱家顺溜现在都会写十个字了，我还跟他说，咱爹呀一辈子一个字都没写过。顺溜呢，人两天就学会写了十个字。给你们看，这是谁？认得不？画的还挺像的。咱家顺溜啊，上报纸啦。这一幅呢，是顺溜在冲锋；这一幅呢，是他在扔手榴弹。连在焉的毛主席都看了他的报道了。毛主席呀，一边喝茶一边看，看完再喝茶。顺柳还说，他在三道湾那边打死了70多个鬼子，我还说比咱爹打狼还打得多呢。他说等着下回回来的时候，就把他那个立功证书拿回来给看看，到时候拿过来给你们看看。爹，娘，顺溜真的有出息了。要是你们活着该多好。丫头走了，过两天再来看你们。姐，
我知道你张望什么呢？你每次回头，都盼望突然能看到我，就像前几天，我骑着赤狐马，突然在你身后。姐，我知道，你就盼望着那一刻呢。我现在就在你身后，你看不见我，我能看见你。松井君。はい。では私は行くぞ。今国際情勢は我々に不利である。しかし東アジアの戦場では我々は優勢だ。私が今一番心配しているのは部隊の士気だ。将軍、我々連では絶対問題ありません。将軍心配しないでください。そうか。それならいい。君の連隊は経験もある。城の防備も堅固だ。だが長期戦に備え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。部隊に伝えてくれ。ここ1、2年のうちには国際情勢も変化する。最後は大日本帝国の勝利だ。それは松井連隊の手の中にある。はい。松井君、よろしくお頼み申す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将軍。どうぞ。いや、戦場行くのにこの車は似合わない。私はやはりあの貨車の方で行く。いいかめだ。どうぞ。トラックは将軍に従って行進しろ。騎兵と俺は先導するぞ。将軍、気をつけて。坂田君。はい。出発。よし、分かったか。出発。继续侦查，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。刘司令，三团一营汇报，派出去的侦察兵亲眼看见石原坐着卡车出发了，走的就是延怀路，他朝咱们一分区的伏击区来了。好，好，终于让老子给逮着了。司令员，派出去的侦察哨都回来了，他们说石原也没有出现，我估计咱们可能会扑空。来，我们下盘棋吧。司令员，你还有心思下棋？这，来坐下。你要怕输，我让你干嘛？不用你让。当头炮。
怎么车队没有来？是不是石原他不走这儿了？可能是鬼子信头部队倒了，咱们再等等，先别着急。畜生，これどうやって将軍に伝えるんだ？よし、行くぞ。将军，报告です。前方の道路崩れました。いつ崩れたんだ。多分昨日の夜だと思います。見てからのことにしよう。はい。是不是石原啊？能不能打？ディンファイルが立たれたからには、ディンファイルに回らなければならんな。こっからはそう遠くない。将軍、ディンファイルは危険です。必ず遊撃地区を通ることになります。新四軍がよく出没します。ディンファイルを通らずに、ホワイン城に引き返し、飛行機で南京に入られては。そうか。だがな、私はこの辺の地形村々を見てみたい。できれば、新四軍の駐屯地もな。奴らがどんなところに住み、どんな装備をし、どんな訓練をしているか、ぜひ見てみたいもの。排长，到底是不是石原啊？あのな、はい。私は戦争の前、アキンドの身分で7つの省と100以上の町や村を見て回ったことがある。今は回ることもないが、懐かしいものだ。さすが将軍。坂田君、はい。君の意見はどうか。私はホワインに控えすべきか、それとも前進を続けるか。いわゆる余地地区は、ただ妙安前から十何キロ離れているところです。多くて民兵がいるくらい。もし将軍ディンファイルを伝えてあれば、私は将軍の安全を保証します。よし、君の判断を信じよう。我々はディンファイルに回ることにしよう。はい。将軍、一口民兵といえども油断はなりません。もう一度お考え直しください。氷川中尉、心配であれば私は先に行って、その後将軍に報告します。よし、坂田君、君に1時間与えよう。早く行って早く帰ってこい。はい、了解しました。よし、戻ろう。让他跑了。
我想慢慢说，就当作时间再一次流过。你我的故事从未消失，就算生命停止，执着在你手中紧握。